各位同心，即马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各位同心，即马开始上课，大家请坐。食饭前的最后一堂课哈，啊，隔壁有看到足侪参众议员在遐上课，好认真哦。啊，坐就正襟危坐，拢有一个款对吧？啊，咱即马初级班过来高级班，啊，过来点招了。来去啊，所以即马开始训练恁个上课的规矩，好不好？哦，较早有过来都有一个样子，有一个款，你做官的款就走出来。我是一个艺术家吼，啊，我讲一个较轻松的啦，开始啦吼。我较早伫美国读册，迄阵我读艺术方面的吼，啊，我迄个学校大部分是理工科，较早台湾出去拢嘛读理工较济啦，啊，所以因就对我这个读艺术的人较有兴趣。他想要讲，来问讲，听讲，哎，你们知道什么叫做人体素描课？知影无？他艺术系都在画些人体素描，对人无情商，互你画啦，就是遮简单啦。哦，无情商，互你画啦。啊，大家拢理工科的男生会对这个比较心向往之吼。开想讲咩？哎，这是啥物件？想要知影一下。啊，就走来甲我问讲，哎，听讲你读艺术系哦？我讲是啊。啊，听讲你艺术系都在画人体哦，我讲是啊，啊，你当时上课，我讲我当时上课关你什么事情？啊，但是我还是跟他讲，我讲礼拜三下午2点上课，我说哦，在就走。啊，我上课一阵哈，我老师特别小心，所以人体素描课的话也搭一个啥，那报纸搭一个入口处，缠到我人徛在家，啊，模特在中间。啊，对我对面就是咧入口都会玻璃嘛，啊，玻璃拢大大起来，结果让人行过去看就尴尬一点。但是美国嘛，大家嘛不是很在乎这款代志，但是对台湾来个感觉就就趣味个吼。啊，果然没有错，上课无几分钟吼，啊，我伫画，哎，远安尼看，我目睭也袂歹吼，远看迄个，迄塔门边啊吼，迄玻璃叫用安尼掀起来者，掀起来个，叫无啊，佫掀起来。搁扛落去，我想讲啊，一定是一定人啊！啊，即个问题是啥？你在想到很急，就变马上扛落去，你知那遐紧无？迄天阮的模特哦，是美式足球员，哦，200公斤，200公斤，雄壮威武一个大男生，身材就健美。你唔知好笑，你是要看美女，结果是看见壮汉在遐徛着，啊，看见目睭啊，哦，冻袂掉啊，紧走啊，就是安尼嘛，我敢说吼，以前来我遐偷看，以前吼心里面一定跟其他同学讨论，啊，够足欢喜的，讲哇，等下一定看到好看，啊，结果无想到看一款的吼，惊一个安尼，错个。哎，其实台湾人嘛是安尼呢，过去大人叫你去选举，大人嘛带有足侪期望嘛，咱期待讲阿伯选什么好的人出来，会替咱做什么代志，啊，结果呢，更改看，更改都袂看，对不？更改算出来都愈来愈嗨，每况愈下，愈来愈嗨，对不？就台湾人的心情的写照嘛，啊，结果才知影，迄规款拢唔对的。啊，国公一件吼，过去就是安尼。啊，现在来更改算，更改唔对。我讲吼，啊，叫我们骗去，你拢知啊吼，起码拢知啊吼。迄规个局是设予台湾人的，对不？啊，讲到设局吼，台湾较早有一款真趣味的。出名啊！最近不是有服贸吗？我讲一个故事，你就知影服贸在创啥哈？啊，学生去抗议，啊，我的学生嘛走去抗议，我伫大学教书，那学生嘛走去抗议。但是刚才讲无，啊，我就讲一个小故事就捌啦。我讲啥？我讲你这样有去迄个拍演讲过无？就是人个卡达车后边无，在一个弹子台对不？我咧拍竹啊嘛对不？啊，边啊伫拍演讲对不？我看吼，上高的就这款的吼，做行李头脑的吼，不要演讲，不要个旁讲讲啊 ，keep in 你来生意的游戏啦。啊，你讲我会使买无？伊讲无点无他买，你来升这弹子台在我度。啊，弹子台顶管个你搭一张纸对吧？纸顶管讲几分第几条，啊，哪怕唔掉分一条拢无，啊，你加料的对吧？迄游戏规则伊写好嘛？啊，所以你走一下，讲头家，我要食烟枪，会使来拍这桌啊，跟我对拍。啊，你有钱，10块甲放落去，还得收起来，
手机你也会甲伊拍嘛。啊，拍一分数唔对，一条拢无，拍几条拢无，迄阵你会生气对吧？啊，那安尼，头家你怎样骗你哦？无啊，游戏规则都写顶管啊，我甲你赶快算，赶快唔行，我倒灯来拍好你啊，我叫上我赢啊，对不？向哥你别算。啊，你知影迄个是叫用设局嘛？啊，但是你恼羞成怒要甲伊并迄阵，安尼唔对嘛？向哥你别来算，赶快嘛！向叫你这群学生要到国民党，让因去刘伯兰明继续给你通知，啊，叫你去选举，你嘛得去选举。你跟自己伊个游戏规则来对嘛？你都要照伊个游戏规则去算嘛？伊讲要罢免总统，你都要几票才会当过？你都要照伊个方法来，不是讲要去闹啊，对不？向叫你要去算，所以咱下次嘛叫台湾人卖去算，卖去投票，啊，都袂叫用骗去啊，对不？讲来真简单哦，好来，即摆看图，遮有几百图吼，而且看有个人举手，有一幅画在这边看得懂，请举手。回煞煞，哎呀，然后迄句话对，回煞煞，回煞煞，真好。来，后一张，这时间点吼是1911年迄阵画吼，来啊下一张，后一张，啊这看有无？哎、欸，看有啊呀，看无的人，看无的人举手。我刚才要甲看无人讲话哦，我只有跟看不懂的人对话。有看无人举手，啊，看有拢举手。我看大家有坐起，还是拢在困？好，啊，无举手的是看有啊，看无，啊，搁在困。来啦，看无的举手啦，我才有对话的对象啦。好啦，我甲你讲，有人讲看无啦，我问一下看无，你讲看无吼？我问一个简单的吼，这里底是画飞行机吼，还是船？啊？其他人卖讲，看有诶卖讲哈？啊！你看你咧，你唔敢知影知影人，你阁知影是查某诶？对啊，你有看有啊？那会讲看无？我讲飞机啊，是猩猩啊、猴子拢唔是啊？你知影是查某诶？啊，几个？诶、欸，几个人伫遐？啊，你阁知影五个？你看。哇！你都看有嘛？大拢看有啊！这不是看无，只是吼、哦，你要看的跟你期望无同款尔嘛。不是讲你看无，你看有，但是你无法多理解这是啥物件嘛。你知影是人，你哪有无法多理解？你理解啊？你嘛知影是查某啊？伊又不是为查甫的嘛，对吧？咁为查甫的，不是嘛？查某的，你性别嘛知影，人数嘛知影，话是人嘛知影，你就表示你看有嘛，对吧？虽然在扭变化咱的想法。这款物件，我你就稍微变下一张后一张，啊，这看有无？这上简单嘛，这个看无到还啊嘛，对吧？这1700年300年前人画啦，啊，退回一张，看谁？啊，这东西1907年毕加索画啦，毕加索画，你阿公阿妈阿祖迄阵画图你看无？啊，你的艺术欣赏水准唔多，倒转去百几年前。现在哪呢？欠人栽培嘛，无人甲你教嘛。刘邦进入哪位甲你教这個？啊，是不是？你看我看有嘛？啊，这是别人看，我甲你讲，这叫立体画派。伊敢是抽象？来，你甲我讲，这是不是抽象？我这扯无杯啊呢？你那杯水都不见了。我以前都用那个来做示范。我见你杯啊有一个空的哦，内底无水哦，无有空的无，这拢啉了呀。好，我见我用讲的。我不要紧，我用这個、来，嚯，这大遐大罐，安尼是水，安尼看嘛是水对吧？安尼看嘛是水对吧？安尼看敢袂使，拢会使嘛？敢敢安尼看呢？啊，我看人安尼看，安尼嘛是我啊，对家买晒，迄就是讲不同的角度去看同一个东西，啊，把它放在同一个位置，迄就立体画派啦。这部分为遮看，迄部分为遐看，迄部分为安尼看，啊，就遐咧，遐看袂。较早过去只有一个观点，都、就是你七三百年前画加一个一点透视，加一点的观点。后来百几年前人的思想改变啊，就开始不同角度去看同一项物件，角度无同，看出来物件嘛无同，对不？啊，那这角度若愈来愈侪，迄阵来这三张一起出来给大家比较一下，哇！这个愈来愈角度愈观点愈侪啊嘛，这观点干哪一个嘛？
就是你用一类白酒去看，啊，佫唔是两类哦，两类会变立体哦。刚才一类白酒去看是安尼啦，啊，那几啊类白酒同时去看，就变安尼。啊，几啊百粒白酒看就变安尼，会晓袂？知影吼？知道了吼？这叫做单点写真呐、啊，单视点一个观点的写真啊，这是多视角的立体的。所以这内底是虾米物件在换？我来讲，不同款系统在换。不同的系统换来换去，一个系统嘛，你对一个伊的系统，你再看有滴贡献嘛？啊，你啊维持较早即款观点的人，都参都加有一个东西看无啊？为什么？因为你还阁用即阵的眼光伫看看即阵的物件，你有三百年前的眼光来看一百年前的事情，你都看无，会记啊？所以你安怎改变你的观点了嘛？你观点再不变，你还是回到三百年前。台湾人都是安尼啊。对吧？咱虽然嘛解码器嘛，但是由我来讲吼，所有的话，不管你是哪一个时代位，一定有一个叫做 consistency， 叫一致性。对这幅画里面，他画的东西都是同一个角度。对，如果是多角度就多角度看，他不会突然跳成单角度。下一张，产业的拐对吧？这个拐对吧？这是一点透视，啊，迄个是立体画派，迄是多角度的透视的方法。啊，哪弄蓝做黑的这样？好像是什么？我现在穿西装对吧？啊，我左脚穿西装鞋子嘛，对嘛？合理嘛？啊，我右脚来穿一个高跟鞋，唔对，就奇怪。所以什么观点？哦，变女性观点啦、啊。我拢倒一截人顶管的怪怪啊！你有干嘛？这人起笑对吧？就是安尼啊，这个起笑多啊。啊，咱台湾即马系统点换啊？你若够用国际观角度来看今天的台湾，你有起笑？你迟早起笑嘛，看无嘛？啊，那呢？啊，是安怎？啊，国民党是安怎拢免征兵啊？各位让，啊，是安怎？发生什么状况？你看我吼，你角度来看下一张。我有一个概念吼，接下去吼，你阿伯吼，英文啊、日文都要加强了吼。啊，大家我都会拿英文来哈。有一个字叫做法则，或者个，嘿，就是运用到所有地方都准的，叫做法则。这不是在讲法律哦，法则。法则是讲，比如说万有引力是不是法则？是啊，在这个宇宙里面，每个地方只要两个物体之间就产生引力，叫万有引力。放诸宇宙皆准的道理，叫法则，对吧？啊，这大自然的法则是讲，就是讲人有人的系统，大自然有大自然系统，这系统里面每一件事情不会互相矛盾，没矛盾的。啊，人在这个大自然系统里面活着，你懂吗？配合这个法则嘛，比如说有地心引力，你敢要挑战地心引力？讲我即马要行出去，100层楼走出去，啊不会掉下来，可不可以？啊，你一定掉下来嘛，屡试不爽，哦，没有试第二次了，一次就结束了，因为这是一个定律嘛，这自然界无法度有在你人去靠想象力去变化出来嘛，那叫大自然的法则，赶快的哦。人嘛，建构人的系统，人的系统都要配合下大自然的法则。比如说我现在是一个公司，我要起厝，啊，政府被定结标准，但是你也无考虑到大自然的法则，迄阵这厝的倒啊，都崩起啊，你伫土石流的地方嘛，你得尊重大自然的法则嘛。所以今这人类吼，伫制造系统的时候，伊都要考虑讲，哦，大自然有一个我无法挑战的法则。所以，因为阿内丹造大自然法定完造乱，国际法、战争法，这东西 base 基于这些大自然人的法则来建构起来的法律。法律没那么伟大啦，法律还是要尊重大自然的法则。哎啊，在这些之上，再建构各国的宪法，宪法里面再建构其他的民法、各种法律，一个一个起起来。阿内丹没有尊重大自然，就出那种 bunky 啊，你知哈？它里面有两个词，一个叫 consistency， 一个叫 integrity。consistency 就是一致性，一致性有我塞车一个20公里，每小时时速20、40、200、20，啊，你这人塞车就讲没有持续性嘛，没有一致性嘛，消耗嘛，对吧？啊，另外一个，一个形式系统里面不满矛盾，就是我对来讲，维杰多来这种不会矛盾，所以你起码你那在国民党内底的系统，你讲。啊，来看咱民进党这系统 ，which 更大的系统看不懂了，
但是你如果拿国民党讲，看在我们课本都唔写那些，你犯了一个错误，这样用过去的眼光来看，放诸全世界皆准的法律的时候，你都还呀？因为你国民党这个系统，伫这岛内底会当甲你夹、甲你骗，但是出去拢无效啊，出不了国嘛，外面人都给否决嘛，啊内底你甲你骗家己嘛，所以你袂使阁讲，较早课本安那写，较早老师安那讲，报纸安那写，媒体安那讲，来遮拢无效啊，来遮拢无效，用一本册甲破解就好啊，无要紧，哎，你的身躯放的香水可能较香的款，哎，这香都来找你。哦，还有另外一个叫做啥 ？Integrity, consistency 啥？我来讲吼，第一节组织还是村落来对吼，位你的位置越高的人，你的对待人的方式越要怎么样一致，对不？你别讲对这样特别较好，对那样较歹。你若是你都无法度做长老嘛，长老就是公平嘛，我对每一个人标准拢同款嘛，无管你去啥人来。像对像对我讲好清楚，迄个人再受到大家的尊重，再去抱他越来越高的位置，对吧？迄叫长老嘛，啊不就是领导者嘛，对吧？啊不当村长嘛，就是安尼啊，袂使为非难做啦。啊，这款就是伊的标准叫一致性。赶快，美国也是一个老大的国家嘛，美国是一个老大国家，对吧？啊，被拍都拍好死，袂使有。不，这你放火照不呀？来就一个就落去啊，啊就结束掉了，啊咱就我可以再继续上课了。好啦，不管他。哦，来，我拄只讲到，我这胖冲个拢飞起啊。我讲美国这个国家，因为伊是领导性的国家，所以为什么伊都爱对所有的国家拢爱有说服力啊？所以提出讲国际法。战争法嘛，伊讲这是来阿拜达要遵守的法则嘛，都是美国是一个怎么样有一致性、法律有一致性的国家，咱在我法度甲顾嘛。伊若不一致的话，吼，比如说他三权分立，每个法院都有他一致性的时候，咱话都国公伫法院甲伫美国法院甲顾赢了，村的部门都要配合，咱才有今仔日的民政府，在我伫底下设立，在我度甲人教，无人敢甲咱教教，对吧？我们受到保护嘛，美国是这样的国家嘛，它有啊，公共解名词叫做 integrity。integrity 讲这个比较讲个人呐，哈，都是讲我这人言行一致，表里一致，这是讲人啦，讲人啊 ，consistency 是讲你的行为是不是一致啊？你如果表里一致的时候，你这个人就有 integrity。所以对英文来对讲，这人有没有 integrity 很重要哦，讲你这人有没有诚实。所以它的相反之下 dishonest。你既然不诚实，你就 discredit， 你就没有信用，你就破产了。所以这个人的 integrity 很重要。美国的这个国家的 integrity 他很在乎，这就是 Vigo 之所以 Vigo 当做帝国的原因。对，这国家有国格，啊，国格是前后要一致。啊，你如果是三流，输在国家产中国，那款都是表里不一致，讲一套做一套，把这人小国家都给人欺负，大国就安尼。啊，逃累累，对吧？拄到美国乖干那啥，啊，拄到越南就讲欺负，这款就是没有一致性的国家嘛。啊，下面讲流氓国家的做这款代志嘛，啊，不对，伊拉克去吃科威特啊，不讲，愈末流的国家愈安尼啦，愈先进、愈有地位的国家，人家会尊重嘛。G7 国家，你如果不符合 G7 的标准，你就 out 了嘛。所以卡扎苏俄公最近的俄罗斯不是要来加入 G7 的 G8 国家吗？啊，起码 G7 讲，我不甲你邀请，你甲人亲见嘛？克罗啊 ，Crimea 安尼甲人加起，所以伊都没有资格进到 G7 的这个国家来对做长老级的都无啦。安尼知啊吼，真简单嘛吼。下一个，啊，较早写实主义的单一观点，啊，搞立体化派，这做了什么东西呢？这款物件啥？英文叫做 paradigm shift， 一个整个系统挖掉了啦。你在经历一个系统在转换，你的观点改的时候，你看的世界也变了嘛，对吧？你的观点变了，你看的世界都不一样了。你来家，我拿你新的观点，你回去看这世界，看报纸，看电视，一切都改变了。过去叫我蒙蔽，准会，还佫惊惊吓，还佫唔知你讲啥。
每一天叫我呢，洗来洗去，他讲啊，这倒霉吧呢，奇怪啊呢，啊，基本上拢知啊吼，流氓政府嘛，要甲你骗嘛，要就地合法嘛，安尼看有啊吼，来下一张，好，啊，咱即摆讲台湾，咱有本体性吼，哎，上过我课的吼，无啦吼，上高级班上过年啦吼，有谁上过高级班？哇，好，请放下，好了，你们都跳课，好，今晚来播卡仔。佛摩萨开始吼，台湾这土地顶管吼，住在五六万钱，五六万年前呐，都人住在家，都咱的祖先都叠家了吼。我今麦讲，等你证明哦。开始是部落形式，部落就是啊部落啦吼，啊一群人住做伙安尼生团，啊互相不影响，因为土地就大个无代志。但是后来，华靠的王国，大都王国是较早建立的较大的国家吼，部落愈来愈结愈大嘛。愈给愈多带有力量去打败别人、欺负别人嘛，对吧？啊，过来一下，西班牙、荷兰、清国、大清帝国迄殖民地都来开起来，要孝顺这些土地的好处，对几百，几百了，因几百拢带着什么？因的系统几百，越大的国家就会把它系统，比如说它的钱的系统，也买卖的方式，也公平的观念，也下面给系统的几百，也语言的几百，对吧？也宗教嘛几百，对吧？一个系统，帝国的系统几百都是带着这些嘛。啊，过来，好来。下关条约，日本打败了大清帝国了，把这台湾接收在提出来，台湾澎湖对不？就这样嘛吼，这拢有上过课吼，已经是割让给大日本帝国的天皇嘛吼。啊，天皇呢来提了这土地呀，以被砥砺接收在嘛，就像他对他北方那样北海道一样嘛，先实行他的语言嘛，你要讲我的语言，你已经是我的人啊嘛。你已经属于我的土地，我当然把我的系统击败。过去系统就要怎样清除掉嘛，对吧？把我的系统击败嘛，知吼？但是过去这系统进进出出拢是暂时的、暂时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把你做殖民地啊。刚才日本不是要把你做殖民地，日本是讲你真正变做我的人，啊，拜你也变做我的领土。这款叫啥？永久性的系统改变，永远的、永久的。给你改变的，这不是暂时的哦。啊，你讲无啊？啊，你讲这啊？我今嘛都明明就看到中华民国政府在遮，给你叫你讲伊的中文拜伊的神，干不是？我讲还是有原因的嘛，咱正拜对吧？大日本帝国本来已经建构，今后国长你在台湾建构很棒的一个系统在遮，帝国还是世界级的系统在遮哦。但是正拜啊，拜何下人？美国嘛。啊，美国伊家己阁无占领，伊叫一个怎三流的国家招来台湾，家己代替占领，迄啥物意思？想怎伊要安尼做？要被破坏你大日本帝国嘛？你套大日本帝国伤强嘛？对伊来讲是威胁，好不容易家己打败了，我当然袂使讲是死灰复燃啊，对不？我若阁来管，对你伤好啦，我阁叫这三流的流氓政府招来遮家己管，家己糟蹋。目的就是要摧毁这较早建构好的大日本帝国系统，知影无？这就是政治嘛，伊就是要让你傲气，哦，所以这因都带他们媒体、语言、教育、姓氏、宗教拢来啊！啊，这款系统更加害死安怎？他连中国都活不下去的系统嘛，所以才叫中国打败嘛。所以今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系统底下控制嘛。你这个是流氓，佮打败、建败，佮走来台湾，迄更加傲的系统嘛，对吧？没错吧？这款来给你管，啊！台湾人吼，有一群人啊，就想讲，你搞管，你就是我的主子。啊，即摆日本要回来，我反而反抗，搞不清楚真正的主人要回来，你还阁低咧，给你欺骗这套的，安尼也要看哈。咱是永远的系统在这边，啊，他们是暂时性的系统。即摆法理出来啊，你都要回去啊。我甲美国讲啊，你那好这系统来遐久，啊是安怎？我来讲，还有一些现实的理由。即摆阁一个中国系统伫啊。真嚣张嘛，对吧？美国要就重新搞大日本帝国国起来，去对付这个嘛。啊，了解哈，我只是简单讲下一个。好啦 ，Formosa 本来是部落形式哦，啊，大日本帝国系统、帝国扩张系统、美利坚合众国系统破坏先前的系统，使之不发生作用。啊，支那国系统有两个，对不对？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系统，即卖啊，跟流亡中华民国的系统。系统的话，它的对象。他统治对象
系统内部被统治人民，思想上用特定的史观掌控历史解释权，为了要维系统治的资格，哦，然后在制度上用他的史观建构法律规范，系统外部对象是其他系统，思想上跟其他系统联合，制度上符合国际间规范。OK， 刘邦中华民国系统企图在不属于他的领土，这不是人家偷对吧？从事破坏，为了建构对他自己有利的虚构的系统，对吧？如何证明？因为一旦出了台湾，国际组织、国籍、国号都不好啊，很简单嘛。你不能在系统里面证明他对还是不对，你要跳出来。所以以前我们过去，我们留学生我出去之后就马上不一样。我以前出国留学还去建坛，还去受训呢，怕说你出去就变了，啊嘛，每一个人都也变。我出去看到真实的世界，我都突然看到台湾，要好笑了。所以过去都是出国，他们都没办法处理了嘛，啊，只能说啊，你不能回来，这样而已。我若要回来，我一定要给换的嘛，对吧？下一张。OK， perception 就是史观。咱今仔只是比讲台湾史观，过去咱的史观拢吼去用假，去用流氓政府给你另外一套出来。这个史观是中国人的思想的史观。哦，我回到上一张，我再讲多一点东西哈，拍谁啊？再上一张有一个过去，这支那人是安那几百？我来讲吼，伊也无会给拍，慢慢会送啥？伊就起城起庙，对不？抽税贪污，这几项都甲治理台湾。大清帝国都是做这款代志啊，起城嘛，四国甲你起城，讲这就是我的啊，唔是呢？哦，起城起庙，叫你去拜夜神，咱即马拜夜神，拢是你中国来啊，甲台湾的历史无虾米关系哦，完全没有关系哦。啊，过来语言叫你讲伊的话，所以即马真侪台湾人吼，想讲家己是中国人，因为你讲伊的语言。你就想讲你的祖先就是遮来，结果唔是，我等下证明给你们看吼。啊，个姓氏，迄是较早前啦，我等下个讲啊，这姓氏就是部落内底酋长的名字。你拍影像，迄村内迄人拢对你姓，姓氏是安尼来的。看我下面祖先对象，迄姓氏嘛是合理的。哦，好，来下一张，我们不讲这么多，再往前走。OK，perception 就是你怎么看这世界，这是大自然，这全世界人看法都一样，对吧？看到山是山，看到水是水，但是另外一讲，看到历史的观点都不赶快不同的史观，你看，以及制造人类的统治系统的时候，它叫 historical reality， 对历史上的事实就有不同的观点哦。下一章，有一个少年人吼，来，讲徐老师，你讲这吼史观干嘛遐重要？啊，历史唔多，现在狼下、啊、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改公这事情很严重，怎么个严重？我先念这一句啊，史观非常重要，观点影响立场，立场左右你的选择，选择之后产生行为，行为决定台湾人的命运哦。啊，我怎么讲？我改公，观点下人无观点，男生有男生的观点，女生有观点，你有你的观点，我有我的观点，对不对？北美的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的观点，也有白人的观点，啊，谁的观点比较重要？不一定哦，强势的人重要，对吧？所以现在印第安人有印第安人观点，但是北人在通敌啊。好了，有一个男生跟一个女生结婚，啊女那个男生说，啊我们家吃饭晚上都要到齐了才一起开饭呐、啊。啊女生不是啊，我们到时候行李也向行来行家，踩着砖后更衣啊，这样就可以吵架嘞，因为不同的观点进到同一个房间里面，房子里面嘛，啊怎么办？要协调嘛。啊最后谁的观点胜出？谁爱谁多啊？那个被爱的人观点就胜出嘛，对吧？另外就要牺牲嘛。啊，如果啊个袂合嘛，都分开了嘛。了解吗？哦，就是观点啊，观点重不重要？很重要啊，决定你未来是安那食饭啊。回到家是解囊底下食饭，还是大家围坐会食饭嘛？这影响很大嘛。观点当然很重要，观点决定你的看法嘛，对吧？啊，观点影响立场，立场左右选择，选择产生行为啊。行为最后决定你的命运啊，命运的一世人过来要怎弄啊，就叫对方的观点啊，对吧？所以观点后面要什么实力嘛，对吧？你有观点还这样实力，你是跟他丢啊那里啊？下一个，虽然今嘛差的差在，过去哈、哦，有一个什么中国人的教授讲说，二百四十几人哦，十几万人没什么，有无？你这句话讲这台湾人听拢未听未落去，对吧？但是对你来讲是真正常的，为什么？不是啦，那是叫做中国人的观点嘛，他用中国人的观点来看你这件代志嘛。杀
对不？啊，你若教伊同款，啊，你毋是变中国人去啊？但是伊用这套伫教咱囡仔呢？你的小孩子每天送去花钱请老师给你教的教这呢？历史、地理、国文都唔是接受伊的教育，提起用洗脑啊！你做恁恁恁那的观点，甲你无同款啊？你们家小朋友讲的是北京语啊，想的是中国人的思想啊，看的册、文学作品、伊什么作品、历史书，拢是因写的啊，无台湾人的观点啊。你不光是上一代去用台，你后一代阁上人去糟蹋的。啊，你是什么台湾人啊？你想有无？我跟你讲哦，中国史观都带着三个主要的原则 ：It's always tainted by sin, motives, and self-interest。罪，他就是要合理化过去的犯罪行为嘛。二百公台十几人无啥，伊就是变啊，讲啊，本来台来台去这是正常的。啊，你若采取这一观点，伊就你嘛感觉无啥，对吧？你的小朋友就是二八纪念日跑去看电影啊，不是吗？去上网咖跟女朋友约会啊，好不容易放一天假，伊敢知影二八是啥意思？中国人都学一套，甲你袂记二八是啥嘛？台湾叫台嘛。啊！但是即马变成放假日啊，呢，是不是很好笑？伊都安尼甲你算啊，算到台湾人唔知影去啊！你讲话够一根悲愤的感觉无去啊呢？都是安尼算的啊。啊 ，motive 是啥？比如说，伊的目的、动机啥？要窃取台湾嘛？这土地唔是伊的，但是想办法就地合法化嘛。所以伊要想办法讲啥？讲开罗宣言啦，讲雅尔达密约啦。对，偏偏白来讲，跟台湾绝对有关系的两个条约，一个是下关条约，另外是什么？旧金山和平条约。你们上课上这么多天，应该知道了嘛。主要跟台湾这块土地的交易有关的，只有这两个条约啊。伊这偏偏白来讲，讲到歹听哦，你哪个要开罗宣言要的密约未接，给坑下管决定台湾前途？我跟你讲，啊，上面旧金山合约被坑一堆，你被坑到外管去？你的逻辑要清楚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怎么样？伊就调过一下呢？阿盖讲吼，这套系统哦，包括民进党嘛是呢。民进党你台湾人想讲这是中国人，不是台湾人呢？结果唔是呢，伊是中国心的台湾人呢。伊是要帮助国民党，国民党内底本土派加上民进党，就是要让中华民国在台湾就地合法的人嘛，干唔是？台湾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，它的名叫中华民国，就蔡英文讲的呀。你的党纲，党纲就是啊，要让这个中国人的支那系统要在台湾就地合法啊。公文竟然叫民主选举啊，让一个独立国家你袂使甲我管。既定人就是要出卖台湾人啊，对吧？对啊，就是安尼啊，这样很清楚了，会看的吼。再来 ，self interest 当下利益，你讲即马中国要甲你拍，要买武器交钱，对不？当下利益啊，啊，真正中国要甲你拍无？美国会出来嘛？啊，甲伊有啥物关系？无关系嘛。啊，但是伊听啊，钱摕着啊，对吧？叫你买武器，你缴的税去买，替伊买武器，爱抽伊的 commission。啊，台湾人咪讲甲有剩。啊，同洪仲丘叫我们拍戏，啊，甲你国赔，啊，国赔赔谁的钱去赔？恁台湾人家己穷的钱去赔你家己嘛？看得懂吗？伊敢咪家己掏腰包甲赔？袂啊，嘛是替恁台湾人纳税钱去缴啊。慷他人之慨嘛，安尼叫用圣体啊，对吧？史观重不重要？当然重要啊！他决影响你的立场嘛，立场左右你的选择，选择采取行为，行为决定咱台湾人的命运嘛。下一章，好来，对吧？因主要讲伊的史观啊，咱讲的史观就是啥？国际共同接受的观点，按照国际法解决。啊，因的讲的观点是这样：中国自古以来都来给台湾。对吧？这是因的观点嘛，但不符合全世界大部分人的观点呐、啊。伊家己制造嘛，伊想讲伊家己偌大嘛，自以天朝自居嘛，村内拢唔是嘛。啊，这内底个有一个熟来就叫，一个流亡史观，这个个唔是哦，个比这个较小哦。啊，台湾人即马在接受教育是这套的，个唔是这套的，愈来愈小去啊，对吧？中华民国史观，安尼知影偌小啊？吼，下一张。所以呢，咱即马叠加选国在做什么？帮助台湾人被为这些系统里面走出来了，被帮咱台湾人行出来了。你即马叠系统内底嘛，看无嘛，灰灰嘛，雾沙沙嘛，
想无清，想袂清楚嘛。每一工去用练嘛，去用教育洗脑嘛，去买伊个报纸看伊新闻嘛，听伊个故事，讲伊个语言嘛，就是安尼啊。咱就要帮助台湾人拜因个神，对吧？对因个神，对吧？从支那系统走出来，那、啊、怎么办呢 ？OK。Give information their proper priority, then you can have the perspective. 都是给咱看的东西，给他一个正确的先后顺序，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所有的透视 perspective 叫透视。下一个，哎，要看呗。这台电哪一个透视最清楚？啊，这个嘛，左上角这类嘛。为什么？前面大，后面小嘛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三个一样大，你光看我，看我嘛。要有大有小，你看历史嘛，是安尼，什么重要，什么不重要，你要看清楚啊！你才看得清楚台湾的历史是写作什么款的嘛。但是有人都这国民党的真要求的是安尼，跳过伊敢来讲伊中国人的历史这一段，什么郑成功啦、啊，什么有诶无咧，敢来讲这段，除了日本的五十年统治拢无讲，过去几百年嘛无讲，敢来讲伊的，所以你课本你遐贵你就知嘛。偌济伫咧讲中国历史，所以台湾人连。台湾的英雄讲袂出来，刚才讲蒋介石、讲岳飞、邱吉人，迄中国人的物件，甲咱一点牵结奈嘛，对吧？所以怎么样？我来讲，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俘虏营，俘虏营管下面人，在德国，德国啊啊，德国战俘营关什么人？啊，不是啊，德国的战俘营关的人是什么人？来电，叫关来电啊？不是啦，怎么犹太人？犹太人叫做集中营呐、啊。现在是用战俘营，战俘营就是跟德军打的盟军，去用抓来放那裡，可能有英国，可能有其他国家，欸、美国人管一下嘛，那叫做战俘营嘛，那不是集中营，集中营就是犹太人抓来做些出戏，600万人，那叫做集中营。后来啊，德国人被做漂亮的动作，所以被符合日内瓦对战俘的公约，就是讲你在我战俘营内底，我每一天给你吃三顿，暗时还够宵夜。做得很漂亮啊，啊，很多德国人就喜欢去里面工作。为什么？外面大部分人因为战争的关系，等刚我去等哪家拢无，所以想嘛，黑心嘛，去来地扛做工课，啊，偷偷啊搬一寡偷地一寡食物炸出来，给人引导你那家子。啊，所以引导四过来设一俩卫哨，对吧？警卫、守门呢？啊，每一个经过都来讲，哎，经过那一定是来地工作人员嘛，德国人嘛。从袋子打开，好，空空的，好，下一个袋子打开，检查下一个袋子打开，对吧？是安尼嘛，对吧？那叫做检查哨嘛。啊，但是这检查哨来对这个警卫，跟来对这工作人员，多多少是祖先一起长大的。伊讲，哎呀，你什么款说啥唔知？你祖先的头戴物件，啊，今仔说奇怪，啊，境界我甲你检查，啊，你袋子打开来对拢空空的，啊，是做什么代志？啊！迄、那个伫内底工作内底人讲，哎、欸，我甲你讲，你袂使甲别人讲。伊讲不会啦，不会啦，那好朋友那会讲。伊讲我偷的就是袋子，听有无？我偷摕到一袋子啦。哎、欸，即卖一卡帆布袋偌济钱？千几块嘛，对不？较好2000块嘛。帆布袋啊，迄军用的帆布袋，迄嘛贵啊。啊，你每一天偷摕一粒出来，一个月30个，3万块去买食，敢做袂晓？会晓未？知影无？啊，所以你敢那去关迄袋子内底有物件无？结果规关拢去关走嘛。啊，台湾人嘛是安尼嘛，叫你去看啊，选举出来几票对几票，哦，民进党赢啊，谁人赢，我欢喜到要死。结果规关叫人关走啊，就是安尼啊。啊，他为什么只注意袋子里面？因为长官命令嘛。长官命令讲检查袋子里面的东西，伊跟我讲连袋子一直检查，无啊。哎，跟我讲几百人要检查，无啊，拢是检查出去的嘛。啊，伊当知影伊是空手几百出提物件出去。看无嘛？台湾人是安尼去用骗你敢知？我们只注意人家媒体叫你看什么啊？谁人叫咱看物件？媒体嘛，洪仲丘很重要，大家买上去收在电视头前看。黄色小鸭很重要，大家每一天拢去看，下班嘛看，啊，带你那去看。迄都是伊，都是你的长官嘛，伊叫你去看啥，开啥物机，买啥物件，拢是媒体甲你控制啊。对不？台湾即卖毋是只会电视顶管，伊食一个自助餐，买电视嘛开24小时，甲你放新闻，都是甲你叫你做啥物事？那台湾人都训练那个无脑状态啊嘛。
每天只分吃饭睡觉唱歌跳舞买东东这样而已。下一张好啦，咱所有看到的事情咱有一个科学理性的方法来分析，再看得清楚。第一集越顶管的越客观，叫做科学证据、历史文献、文字记载、推论假说，这个进前还阁讲真诶哦，下开始讲假，我都不管了。真诶呢，干那真诶你都要分类啊。真诶分类有几种？你比如基本逻辑推论，比如说进化论是有影无影，真干的嘛，基本逻辑嘛。你进化论让人搞三遍诶，歹势哦，这中间的过程拢无产出物，你袂使加一点遐一点，爱甲连成一条线。中间都没有化石造出来，那就仅干你的逻辑嘛，吼。啊，第二个物理性质，比如说你讲这木乃伊几年、猪几年，现在你讲讲，摕来碳十四半衰期去测，我都知影几年。碳十四半有碳的元素哈，这我不跟太多。5万年来的友好，而且针对有机物，所以精准。所以你中国人讲几千年，现在你讲讲，摕来研究就知啊，吼。啊、化学性质氧化，讲哦，这外久已经都开始用毒啊，反正看你铁的氧化程度嘛，哦、生物性质 DNA 这个注意啊，最近哦，因为恁研究 DNA 的愈来科技愈来愈发达，即卖真紧，要用那个棉花棒口腔给你挂一下，摕去实验室免几工都弄出来啊，一些几亿对的染色体弄给列出来，哦，是啥物件弄出来？过来历史文献，历史文献哦，这个无赶快哦，这个文字记载个无赶快哦。比如说文字记载讲，文字记载像什么了？比如说我纽约1900年到1920年所有的杂志收集起来，那叫做文字记载。但是什么意思？没人知啊。但是经过处理的、有目的的，那叫做历史文献。比如说你签合约，旧金山合约，那是好几个国家一起签的，那没谈你凊彩讲，因为它的客观性比较大嘛，好几个国家同时同意在上面签名盖章文件，所以它的历史位阶较广。对吧？啊，你啊记载，还是宣言，还是发布什么物件，黑龙底下卡，录来录下卡，安尼知啊吼？你到法院了，你是法官嘛？你提证据来嘛？我证据分为 A、B、C、D 级嘛 ？A 级的证据，剩下拢靠边站了嘛？无管你讲哇，迄刚安怎安怎，无好 ，A 级的证据已经出来了，也要看吼。安尼你也判断你接下去要看的什么东西哈？好，下一个，这是 document，OK，、OK, 下一个。再下一个，我走快一点，我今天不讲那么多，来再走。好，这个你几嘴啊？我来讲哈，《国家地理杂志》，你们上网去查，这个不是我编的哈，《国家地理杂志》做一件事情，没关系，因为现在 DNA 发明很快哈，发现很快，所以等下把它揪出来料，他马上就知道。那你知道人在传宗接代的时候，你的 DNA 会复制。复制的时候不是完全 exactly copy， 它会有一些错误产生。错误产生的时候就是说变异细胞突变，突变的话会 carry 在你的后代，就你后代会带着这个变异的一直传下去。所以只要是对你家出来的人都有你的记号，所以你就知道你是你的祖先，你知道吗？无关到爱就都在你传去，所以他就这样倒追回来，就讲你是谁生的，你是像谁生啊。结果国家地理杂志做了70万个样本空间，抽70万的人的血做样本空间，把整个图画出来，人类对对啊来就出来啊！啊，你看这图也看未？人对对啊来，啊，你看吼，也看吼，对家非洲，这个 scientific Adam， 科学上面按照 DNA 去找出来那个源头了，对熊炸这样6万年前到家，啊，但是咱在座各位吼，台湾人嘛，较有兴趣讲，跟我什么关系？跟我有关系，我才有兴趣嘛，所以我给你找 M174、哦、对非洲南部啊，在印度南部啊，跟马来半岛、印尼、台湾、日本、韩国，这就是所谓的中原地区。啊，你这中原地区，这是4万年前到台湾哦，啊3万啊，咱们2万年前到这，啊，这里底有几啊款的人入来，有澳洲入来嘛，有蒙古入来，有印度起来，有西藏来的拢有嘛。嘛，我东南亚起来，拢有拢伫这所谓的中原地区，南个，所以些人是杂种，谁是杂种？中国人是杂种嘛，大杂种嘛，嘿，贵啊，款的人叠加甲做伙，不是杂种是什么？所以没有所谓的汉人呐、啊，无即款代志啊，遐遐侪人的南面内底是有啥物存的？啊，无你甲你的 DNA 定义出来，拿给大家看，
到国际联合国组织定义说这叫汉人的血统，你定义不出来嘛，你敢控文化也被来共你嘛，对吧？所以谁是谁的祖先，哎，韩国人说他是中国人祖先，对不对？对啊，你没气象他都事实啊，但是日本人是韩国人祖先啊，咱是日本人祖先，啊，对吧？啊，马来人是咱的祖先啊，印尼人啊，最后非洲人是咱祖先，对吧？合理嘛？不，我们这是叫做 A 级证据嘛，第一级证据，这揣你村内都卖有白讲了嘛，对吧？伊是咱的威溜威溜嘛，所以谁数典忘祖？中国人数典忘祖嘛，刚刚给咱家，刚刚给咱拼，讲伊是咱的祖先，笑死人啊！咱对家起，咱是伊的祖先。叫伊就叫咱阿公，对吧？倒过来嘛。啊，什么白做是啥物啊？我直接台湾人讲啊，你那白做咧讲一套，无啊，因在白做啊，咱是伊的祖先啊，咱加两万年前到遮啊，伊就爱甲咱拜啊，搞清楚吼、哦。咱起码知道台湾人是啥物人哦。虽然高山族的人就蠢诶，那血统唔爱甲人拦截嘛，在这个岛上已经生长几啊万年嘛，是最近几百年也在开始，因为有。船啊，还有文化上的优势啊，还有技术上的优势，都被招来台湾嘛。啊，过去咱家拢继续在那边生团，几啊百年嘛，没错吧？就蠢的嘛，是后来再来一点给你烂嘛。所以安尼讲较简单啦。台湾人这土地，干那两款人啦、啊，都是高山族甲平埔族的人的后代。但是因为你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。所以你想讲你是泉州的人，你想讲你是漳州人，你想讲你是客人，因为你讲伊的话嘛。但是他是文化强势嘛，咱本来讲西拉雅族的话嘛，咱讲博赶快语言，但现在系统在文化上是弱势，给用加去嘛。所以你开始去拜夜神嘛，你即马拜所有神拢是都中国来的嘛，对吧？你讲你的祖先对倒来，拢编故事嘛，伊也没出啥物来，出一支嘴都给你加起来啦。但是所以你即马讲啥物闽客械斗啦、啊，笑死人。那是因底下拍的，啊！即马平平是平埔族人互相拍，讲我是客人，你是啥物人？那不是啦，不是因为你讲的语言定义出来，你讲你学里面嘛。所以这个 project 的主持人叫 Dr. Spencer 讲的很有名的一句话，他说 ：“The greatest history book ever written is the one hidden in our DNA。”最伟大的人类的历史故事是记在我们的 DNA 里面的，在我们的血里底，无通好骗人，无通好笑。黎玛丽是也证明了，可是黎玛丽的样本空间抽的是主要是东南亚这国家，他还没有全世界抽。阿兰是全世界国家地址，是全世界去抽的样本空间更大，他那个 project 更大，你可以上网去查啦。那不见面后边呢，就是这样子。啊，我们知道事实，所以我就把第一集的证据拿出来之后，你很难被骗的嘛。你都没有那种 guilty 的感觉，觉得那种愧疚感，我不给他摆干丢，拍谁哦，伊都爱给你摆，点到拜哦。你讲的语言不是你的 mother language， 不是你的母亲的语言，连台语都不是。更早有我们的语言，是因为我们去汉化的北部族在旁边去、哦、血裔，你的血跟你说是什么人。来下一个哦，这个时间点对吧，六万年前对家出来对吧，五万年前，四万，三万，到尾啊三万年前才走到中国，来四万年前在台湾这了对吧，差万几年了啊，一部分到澳洲，所以下一张科学证据嘛。哎、欸，你几岁？你叫什么啊？要不然你叫星期五好了。谁知道星期五是什么？有没有看过小说《鲁滨孙漂流记》？你有看过？有人没看过。我讲，简单讲，这白人坐船啊，遇到海难，这一七多少年结构书啦，这小说啊，海难到造个荒岛顶馆，啊，就个船内底村的门啊 ，QQ 来，搁起一个树屋，啊，就住内底。啊，过无几个月了，啊，就就找一个黑人来啊。啊，伊讲，我礼拜五看到你，我做个好名，讲你叫做星期五，因为我礼拜五看到你，你不觉得很好笑吗？黑人本地住喺遐呢，啊，你白人是外来的人呢，啊，那是安怎是你伊这白人替伊好名，叫你是讲这黑人都在替这白人好名，你还哪这白人安怎安怎，安在丢嘛？印第安人叫印第安人吗？不是吧？印第安人是美白人给取的嘛？本来你伫个各问一个问题较好笑。台湾人台湾的名叫啥？母亲的名叫啥？咁叫台湾？唔是啊，嘛唔是叫我们佛摩萨。本地啥？无名啦。我讲一个土地内底自给自足的社会，咁需要替自己好名？你无跟人互动啊？
印第安人不叫印第安人呢，北美印第安不叫印第安人，那是北人来了，才叫印第安人呢。本来来这种 tribal 嘛，不同的部落互相有名字，但是没有针对整个北美洲叫这名叫印第安人呐，无啦。那是后来外面人几百要互动了才有名嘛，所以本地台湾人是无名嘛，嘛不叫福尔摩沙，但是我感觉福尔摩沙蛮好听的啦，所以大家可以选一个名字，因为以后我们跟人家国际互动嘛，跟阿拉叫我们福尔摩沙，对吧？好，下一个。啊，这就是纽西兰毛利人来台湾看到物件，哎，这我周身的物件在底下看得到，很简单嘛。A 级证据出来，你这想，当然是正确的啊。啊，个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认为他们是从什么什么来的哦，甚至科学家发现毛利人跟台湾的原住民 DNA 很接近，不用很接近啦，就是啦，都问家出去啦。好、哦，下一张。哦，啊，这东西啦，啊，再走。那你名字不能叫 Formosa， 在日治时期也用这名字，到1950年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来台湾的国际名字才改为台湾。下一个，啊，贵体国家地理杂志的封面，1920年杂志哦，封面一下 Formosa the Beautiful， 你看讲台湾不？啊，这样，纽约那时候报纸 B 级告轰炸台湾的时候，报纸顶完下想 Tons of explosive for Formosa， 对吧？下一张。San Francisco 条约里面写的名嘛，英文的 renounces all right, title and claim to Formosa and Pescadores, Pescador 也可以啊、哦。怎么样 ？Formosa 澎湖叫啥 ？Pescador， 跟我讲台湾无啊？下一张，好啦，今麦讲到这，我过来讲结构书。哎，咱这样一阵是，你们什么时候开始知道自己存在？你当时出席了，当时怎样讲我这人存在？透过什么方法？妈妈嘛吼，对不？细汉跟你跟你上亲的就是老母嘛，你巴肚腰头一个出世了，巴肚腰嘛，妈妈跟你起拎嘛，还讲哎呀，怎么有肚子饿就有东西吃啊？你就慢慢产生互动，我的存在很重要哦。我巴肚腰啊，各种笑，对吧？我好，各种啊，笑笑笑，对吧？啊，机关妮娜长慢慢就建构她自己的存在嘛。接下去兄弟姐妹给你让，爸爸给你让，其他亲戚朋友给你让啊，越来越有建构的那个根据点，越来越多嘛。哦，我有存在，我这个人很重要啊！这块人你那啦，主持人这种小一块人哦，就有自信心，对吧？他存在感很强，存在感很强的小孩子怎么样？有自信嘛？啊，自信心很强，你那这样呢？学习力很强嘛？啊，学习力很强，你那这样看啊，以后就很有竞争力嘛？很有竞争力，来就可以贡献给这个社会，对吧？这是一个正面的循环啊。反过来讲，那、啊、主持人一准八斗腰。啊好八斗腰叫啪扇嘴巴，八斗腰啊叫掉嘴巴，怎么样呢？这是什么状况啊？哎 ，baby 也惊起来呢。我怎出起来啊？这是什么状况？但是安呢？这世界怎么这样子？所以这个小孩子很小就没有存在感，没有存在，他建构存在感的时候被否定嘛，负面的讯号给他嘛，对吧？所以机关妮娜从小都惊惊畏畏缩缩，没有自信心，没有自信心，学习力就弱。以后就变负担嘛，我过去去幼儿园来对，时常帮助那些小孩子，我就办活动啊，给他吃糖果啊，玩游戏，但是就是有一两个小朋友就躲在躲啊卡不出来，不要出来就是不要出来，嘴还够继续夹物件，那小朋友出来不要不要不要，他就是不希望有人知道他的存在。好，来再讲一下受虐儿，这个东西主持人去用零低的啦，零低个大汉你啊，到长大之后就没有存在感。没有存在感，表现都是藏起来，四季脑坑拢藏起来，不让人知影有存在，足可怜的。台湾人都是安尼。过去你讲我是台湾人，嘴巴就来神了。你是中国人，你不是台湾人。我是台湾人，啪，对不？台湾人在建构你的个人的存在感的时候，去用否定呢，干不是？叫罚钱啊！你讲台语啊，罚钱啊！你就是被虐待，你就是受虐儿的倾向嘛。台湾人就要打来民军狂言，像受虐儿啊，我马西啊，主持人的，你有你自己清楚的 identity 的时候被否定嘛？不仅否定，还可以冠一个另外一个名字，不是你的名字叫什么？中国人嘛？你是中国人？那么笑哎、欸，不是我啊，我不是这个啊，我不仅被否定，而且还被冠上其他的名字。这关情况像什么？也像鬼附身了、啊，鬼跟虎附身了、啊。我讲讲解构书哦，在圣经上有解构书，也收在叫做格拉森。格拉森这个收在是石天然的石灰岩洞就贼，因为石灰啊，注意啊，滴滴滴的，看一看啊，
顾起来吼，人迄当地人讲，这真好用啊，唔免做观察，人饲料用薄那个包包的蛋来的话，久而久之借出来的，并且有名的坟场，四鬼人拢蛋那样。顾起来，你知影，死人啊侪对吧？模糊也就侪对吧？鬼也侪对吧？鬼也侪，就附身的代志就出来。所以迄村，迄个叫做格拉森这个村内底有一个人叫鬼附身啦，都行为反常嘛，唔免食饭，每一工咧赤脚从个四鬼走来走去。这个村子内底人感觉安尼真麻烦，都用铁链来个绑起来，无效，伊个足有力的，绑一个冲登去，佮走登去迄个坟场内底，每一工咧走来走去，撞来撞去。耶稣来啊！这人冲喺耶稣头前，耶稣来咧，讲，这人迄鬼啊，迄个鬼附身的人冲讲，永生上帝的儿子，我的时间还没到，你即马就来，难不成即马就叫我下地狱哦？耶稣讲，你叫什么名字？这人讲未出来，是下人对啊？伊讲我的名字叫做群，想到叫群，因为附在他身上的鬼啊，足济啦，足济只啦，变鬼滚去啊！你讲你的名讲未出来，是鬼啊替你回答。耶稣讲，从这个人身上出去。鬼啊，耶稣的真理嘛，照供出来了，这鬼啊就走，边有两千头猪，附到猪身上，猪都掉到海里面淹死。我要讲这故事的就啊，台湾当时是产生鬼附身的嘛，是什么鬼？国民党这鬼给你附身嘛，中国鬼给你附身。为什么是中国鬼？死掉的政权不是鬼是什么？死去的政权不是鬼是啥？他已经离开他的土地了嘛，这个地方不是他的嘛，他的地在那边嘛，他离开不就死掉了吗？中华民国已经死亡了，他现在怎么样？要找身体附身嘛，找到台湾嘛，台湾人叫我们附身嘛，附身了说我是中国人嘛，还拿他的旗又找联合国说要加入联合国，人家在中笑的，16次也没好啦，1000次也没好，你就不是，你有笑，你有叫鬼附身嘛，所以台湾人叫中国鬼附身啊。现在真理出来，法理出来，什么鬼就要跑了、啊。所以就像中国国民党这群流亡政府人都在走路啊，鬼啊都在走路啊。但是哦，现在下死命要慢调调一下，要咱把鬼啊慢调调是啥物人？当机嘛，是不是当机？当机就是过去被鬼附身的人，靠这些探家嘛，是啥？中国国民党的本土派嘛，或者民进党嘛。靠国民党这政权在赚钱的人嘛，那照料伊的好处就没有了、啊，所以当然嘛无希望伊走啊，希望他就地合法，安尼白了无？过去伊的系统内底赚足侪钱啦、啊，投一次票就好几亿的进账了啊，政党补助票对不对？个人的选举补助票都是钱嘞，参加立委、招委，大家嘛黑心嘛去抢，那么有钱哪赚？干不是？所以伊黑心嘛不爱回走啊，但是中国人知影伊时间搞都爱走啊。真理出来都在走啊，已经没有在台湾的合法性啊。当初回来，美国人叫伊走呀、啊，不是咱叫啊，咱无在调啊，故意叫我赶走去啊。即卖是时间的问题啊，干不是？恁来这受苦就是安尼啊，安尼有讨白起来无？讲到这吼、哦，都假讲个人的存在感了吼、哦，愈结愈大，变成什么小部落啊？部落跟其他部落都在比谁的存在感强，互相在打。部落如给路德变小王国，对不对 ？Small Kingdom， 小王国如给路德变大国家，对不对？比如说美国合众国都、就是贵啊 ，State 搞作为比较大的国家，过来的邦联，对不？大英国协，对不？为什么要越来越大？愈大愈派嘛，对不？愈大愈有竞争力嘛。后来过去这段斗争的过程一个部落打败另外一个部落，那边抢啊，被抢水资源，还是被抢食的嘛？没错吧？那把你打败了，伊拢做啥物代志？全部杀光嘛，拢抬了了啦，惊你讲阿拜把你换嘛，对不？我把你捡了，我拢来抬了了嘛。过去是安尼啦，但是后来这较巧的吼，想讲唔对啊，我土地占遐大，阿拜是啥要去竞走啊？谁去种田啊？还是自己嘛？太辛苦了，阿妈咧归去，去用占领遐国家的内底较牛的、较巧、较有力的。他抽用的弄个一台，老弱妇女给你捞来，为什么？继续去给他竞争，时间到搞了，我给他抽水抽都等来，就这么简单啊！所以各位228讲，那些精英都被屠杀了，老啊，纯烂机关的呀，老弱妇孺啊，
叫你自居每天吃饭、睡觉、唱歌、跳舞、买东东，都像咧，剩咧卖惯，卖惯伤济，这个不是你的代志，你代志都有他吃就好啊，做第一个你吃就好啊，真简单哦。然后呢，这顶人我给他取个名字叫什么？资源回收人。资源回收啦，本来是被弃置的垃圾，我给他捡到等来。哎，卖球啊，咱今麦走一个资源回收人。资源回收人来是没想想济，台湾各地的，咱隔壁的香港都是资源回收城市啊。怎么是资源回收？本来英国统治嘛，英国统治的时候，就给你设一个制度啊，总督来，时间搞抽钱，等起安就好啊。他不对你不需要有任何感情上的纠葛啊。啊，像中国修到等起九十年时间到修到等起啊，将邓小平讲哦，舞照跳，马照跑，意思就是讲继续去练啊，你做资源回收人，我来给时间给我钱抽到等来就好啊。啊，最近伊不是讲你们是中国人，要好好的唱国歌，对吧？啊，香港人惊就跳起来，没福啊啦，他跳老早就走嘛，对吧？移民英国，移民加拿大，但是我来讲吼，移民到哪里都是资源回收人。因为你没有效忠的真正效忠的对象嘛，你的心里面还是在中国人的思想嘛，还是那个资源回收人的脑袋嘛，每天吃饭、睡觉、唱歌、跳舞、买东东啊，你就忙这些事情就好了，其他都不知道啊。为什么我不知道，也不想知道，都像那样。这台湾人今嘛都像那样，大部分像那样。下一个，啊，赶鬼哦，来下一个。哎，被抓到贼窝的王子，发现了自己的真正身世的时候，怎么办？哎，我们是要休息，不用哈、哦。我五点，哎，我们讲到六点嘛，休息个五分钟，需不需要？对，休息。来，被抓到贼窝的王子，发现自己的身世要怎么办？哎，丁凯文良逃照，我不要那么没出息，好不好 ？Fight back 嘛，对吧？哎，我们是恢复什么身份啊？我们为什么是王子？我们被抓到贼窝，这个大家都知道啦。啊，你为什么是王子？干怎样？你是什么身份啊？哎，那是什么身份？我熊哥、熊哥记住，我们是什么身份？啊啊，没有人讲出来。不是本土台，阿你不搞了，本土台好像怎么会是王子呢？王子呢 ？Prestigious 是什么继承人？不是土地什么时候继承到我们台湾人身上了？大日本帝国的臣民嘛，我们是有身份，我们真正身份是大日本帝国嘛，贵几席安内嘛。我刚才讲一个 permanent change 永恒的改变的东西，这块土地已经属于日本天皇啊，我们跟他关系，我们是臣民，他是天皇啊，对安内啊，这个身份没有改变，是因为战败，所以我们暂时被悬置起来，我们现在没有国籍，但是我们恢复是恢复到什么？大日本帝国臣民的身份嘛，是美军在占领，继续给他降灭嘛。啊，你对日本那么感冒是原因是什么？是中国人在洗脑嘛？你洗脑目的是别希望有一天变成他的嘛？啊，我现在用科学证据跟你讲你是什么人已经很清楚了嘛。我们血液里面流的是 ME74 的后代的血，但是我们的政治的身份上面是大日本帝国，但已经切身有主了嘛，啊，就很清楚啊。难不成要不你来推翻这个嘛？我跟你讲，民政府不跟您诉求任何的理想哦，我们只要把科学的证据拿出来，历史上的事实、历史上的文件贴出来就好了嘛。告诉要编，不说要编嘛。啊，你要来推翻这个很简单，就在法理在论述上面跟我们辩论就好了嘛。啊，截至目前为止，没有一个单位可以提出来反证嘛。啊，不然人啊，弟弟还侪人惊嘛惊死。我跟你讲，迄间人我的朋友看着惊一下，讲那我一关单位啊，国民党那容许这关单位存在？啊，真简单嘛，就法理嘛，法律嘛，法律行到倒拢是会通的嘛。特别较好的就是咱叫美军占领啦，所以咱个故意点乖乖来做这件代志啦。因为他如果不乖乖做，他就违反他自己，他就没有什么 integrity 嘛。啊，你要当大国就一定要这样子啊，好家在是美国啦，那我是中国现在给你收收都无去啊，对吧？下一章，我再几分，那我们怎么办？我跟你讲，解答在这里，回到原点，重新出发，回到哪个原点？战败的那一点嘛。那贵旗台湾人去搞不清楚，我们战败不承认战败，那德国人给你骗讲，我们是战胜国，台湾人就怀疑讲，吼，免做战败国，去用欺负，马上挖去骗讲，我嘛是中国人，较早就是黄朝勤，就是安尼啊，我是美国人，问讲你什么人，我是台湾人，我嘛是中国人，哎，不要好康的啦，迄阵好康，咱有去用糟蹋几啊代啊，当你那时候没有站起来讲，我日本人你袂使对我呐，你袂使对我呐，无今仔日啦。
不会有今天这么凄惨的情况啦。迄阵你哪讲真正效忠你的日本天皇，讲我日本人，你我见白，但是我见白有见白人的权利，你袂使糟蹋我，你袂使改我的语言，你袂使叫我去做兵，你袂使改我的护照，对吧？你袂使改我的国籍，都是合法的情况呢。但是你讲我是中国人，一种害啊！你讲你中国人哦，呵，我叫中国人给你处理，你有中国人嘛？就这样子嘛，是安尼才有今仔日啦。过去你应该好，一直无去好，讲我是战胜王，你去笑。现在笑不出来了，三四代笑不出来了。你有中国人，你有中华民国人，你拿他的身份证啊，拿他的护照啊，讲他的语言啊，用他的想法在做事啊，干不是大中国思想都在大部分人你哪脑袋里面啊，就是这样啊，很凄惨啊，很可怜啊。所以等于讲战败那一点嘛，天皇宣布战败那天嘛，说我是日本人，大日本帝国日本人照才走得出来啦，啊，不阴阴弯弯，不怕得掏白啊！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暂时休息5分钟，大家再继续讲。